代表美术馆，还有我们美术界对我们颜水龙大师最高的一个敬意，他的一个创作，包括版画也好啊，那还有油画，还有素描。那在终于在今年，我们可以这个全力的一个促成啊，那做这样的完整的呈现。这样的一个大展，在所谓建国百年，我们北美馆把它作为压轴的展览，可以说意义非常的深远啊。尤其他在一生当中关注原住民的生活，也关注怎么样美化这个社会，甚至关注让整个城市的美学得以呈现。我是以台北市长的身份，代表所有的台北市民，向严先生为这块土地、为台湾的艺术所做出来的贡献，表达最高的敬意。我们也期盼，透过他过去对这块土地的热爱、对艺术的热爱，以及对台北市我们所有市政建设的贡献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踏着他过去的脚步以及他的建议，我们继续往前行。再次欢迎各位到这里来，祝福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台湾中华民国有这样的一个艺术家，其实呢，应该要让大家呢能够看到他的努力，看到他的成果，以及看到他的影响力。嘎吉就是提篮啊，那是很卑贱、很通常通俗的这一种那个西行物包裹，但是呢，严老师呢，他们把这一个材料的应用推广下来，其实解决当时啊农村妇女所遗留下来的人力啊，而且创造了经济上的这种贡献。我实在是非常兴奋，从1995年我父亲的95回顾展，经过17年以后的第一次展览，在他过世以后呢，这些艺术界的前辈呢，他还继续的来实施推行我父亲的理念，所以我在这里表示12万分的感谢。那个严水龙先生他最喜欢说的，我就是台湾囡啊，他说他就是台湾的小孩子，所以为台湾做事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牺牲奉献，他一共干点嘛走，就静静的做，不用去争这个名利，不用告诉别人说这个是我的工作，干点嘛走，做顾的是你的。